大家好，这次要分享的是全球前十大最值钱的货币。你知道吗？英镑只排名第五，美元排第九，而前四名都是亚洲国家。接下来，来看看2023年全球前十大最值钱货币是哪些，同时分享我所收集到的纸币。第十名，新加坡新币，一新币，大约兑 0.73 美元或 23.68 元台币。第九名，美国美元，一美元，大约32.48元台币。第八名，欧盟欧元，一欧元，大约兑1.05美元或34.24元台币。第七名，瑞士法郎，以瑞士法郎，大约兑1.1美元或35.72元台币。第六名，开曼群岛元，一开曼群岛元，大约兑1.21美元或39.33元台币。第五名，英国英镑，一英镑，大约兑1.21美元或39.41元台币。第四名，约旦蒂纳尔，一约旦蒂纳尔，大约兑1.41美元或45.79元台币。第三名，阿曼里亚尔，一阿曼里亚尔，大约兑2.6美元或84.38元台币。第二名，巴林蒂纳尔，一巴林蒂纳尔，大约兑2.65美元或86.15元台币。第一名，科威特蒂纳尔，一科威特蒂纳尔，大约兑3.23美元或105.06元台币。最值钱的货币，你拿过几张呢？因为价值高，要完整收藏所费不资，所以我的收藏少了很多高面额的钞票。谢谢，下次再见。